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款呢，它是焦糖中的牛皮长夹。那后面这边的夹层的话，它是做一个 L 型的夹层。那车票的部分呢，或者是磁扣的部分，可以放在外层，这样会比较快速拿取。那这款比较特别一点的地方是，它有一个伸缩的提把，那你可以当做手拿包。推荐这款长夹。那这款长夹的特色呢，它是信用卡的夹层非常的多，它总共有14个卡夹。那这边呢，它有两个小暗袋，你可以装发票啊，或者是一些单据明细。然后这边的部分，它是有可以放钞票的地方，可以千钞跟百钞分层放。那它的零钱的暗袋呢是非常的大的，所以你零钱可以装很多也没关系。那重点是它的厚是，它这款是比较厚一点的夹层，所以你这边是可以放得下手机。